北农发生的这个确诊案例哦，事实上我们也都非常的恐慌哦。那因为云林县西螺果菜市场是跟我们北农哦最密切的这个连结的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希望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啊寻求我们云林基督教医院哈、哦、啊的这个协助哦。所以在北农就近的一个医疗院所来协助我们所有这些承销商，还有理货员以及所有的运输啊人员，这司机还有助理员哈、哦、啊最快速第一时间里面刚啊帮他们做快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大概有375位哦相关人员哈、哦、要在我们云林基督教医院来做快筛哈、哦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快筛阴性以后哈、哦，我们也今天看到行政院也急速公布，针对所有的市场，还有啊整个屠宰场哈、哦，还有啊我们的化市场啊，还有鱼市场哈、哦，啊都能够进行这个疫苗的施打。那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尽速的拨补这些疫苗，让我们寻求快筛阴性以后呢，马上进行施打。那除了西螺果菜市场之外呢，我们20乡镇的农会，还有很多的合作社，都有往外哈啊到南部或是到北部啊，当然以北部居多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明天呢，在我们土库农会后面的广场哈，我们要进行20乡镇农会以及合作社将近200位哈啊这样的一个运输人员哈，来那边哈做快筛了哈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就会在这1-2天内，针对云林县所有的蔬果要往外运输，所有的这些运输的人员啊，所有这些相关的这些啊单位哈，我们会协助他们在明天马上取得这个阴性的证明，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北部啊台北果菜市场或是其他的市场哈、啊。